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梵伽经文：生死涅槃，犹如做梦，无起无灭，无来无去，其所证者，无得无失，无处无舍。咱昨昏讲到这个所在，这段的意思真深。如果咱明白其中的一句，其他的拢会当拢解决了。伊是一个道理，一个原理，所以咱特别就这个生死涅槃做一个详细说明啊，你了解以后啊，然后才会知影讲，所谓起灭，起灭啊，就是生死，意思是完全同款。来去得失、诸舍，拢是空的，确确实实拢是缘生之法。无有自性，动体即空，了不可得。这是讲你所执着的、所处的这些下面啊，是讲宁静。以宁静者，无作、无智、无诸、无灭。宁静好在经上给咱讲了两句八字，这八字就是平常佛门内面讲的修学的功能。好在这部经上教咱的，应无所住理性机心，无所住就是智，理性心就是作。这个讲这个无作无智啊，换一句讲，将这个无住性心也放停了，也无这个咯。由此知影，无住性心是对什么款人讲呢？对是法界内面的人讲的，是法界内面的人，无理想啊！换一句话讲，伊无理梦想，无理执着，若到无离执着，因若是离开执着，欲度就无咯。是法界无离分别，离开分别，是法界就无咯。甲你讲，无作无智，无住无灭，这什么境界？实在讲，前面也有讲过咯。这是发心大事的境界。头前咱有用古人的比如，像是准靠花，迄个时阵是武功用刀啊，什么都袂当用啊。有一念智、一念作的时阵拢袂用的啊，迄拢是错咯。这是是法界啊，内面啊，佛教里应无所住理性之心。
都离开修法界啊，这念头拢未用的有啊，有这念头就错了。这是六祖的《坛经》里面所讲的啊，本来无一物啊。你有一个祖，有一个子，有一个主啊，有一个灭，也是有一物，那不是无一物啊。哇，这句话讲，你的心也是未清净，也是污染啊。啊，不是啊，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里面啊，确确实实是无的啊。啊，这是这佛法里面啊，这个用功啊，不是支持就是支持。第二别的概率的这个意思就更加清楚咯。大乘界、菩萨界是支持，小乘界是支持。支持是什么？就是禁止啊！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一切拢不，这是止啊。做是什么呢？一定要做，你不做就犯戒。菩萨戒里面真正最叫你爱去做的，咱的三福里面啊，佛教咱爱要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诸心不杀、修习善业，你爱做啊！你袂能讲我唔做啊！啊，你唔做就犯戒。支持内面啊，你若是做了就犯戒。所以讲，在这个行持当中，不外乎执着啊。在关门内面，不外乎。自灭啦，所以这四字从整个佛法修行的功能，拢总拢包括在内啊。思想有，理想无，因为这些法拢是言行之法，所以要知影，咱会使用伊，未使执着伊。都假讲了，不但咱第六都爱用，绝对爱遵守。佛教咱不用做，咱绝对袂做，这是支持啊。佛教咱爱做呀，咱绝对爱做，这是支持啊。一定要遵照佛的教训去做啊！做的时阵最重要的是不着相，你眼色相，你鼻啊理想，你心眼相啊理想啊！为什么理想才会当提升？如果无理想，照着佛的教训去做啊！你得到的是福报，未当出三界，所以学佛修的是来生人天的福报啊！你若想要超过三界，你就未当执着，爱做又阁未用执着，你才会当超越啦！超越六道啊，这就是殊胜法界咯。你殊胜法界，当然你未执着，但是要有分别。到迄个时阵，连分别也无爱啦，你就超越心法界咯，就离一真法界。分别的梦想啊，比执着的梦想轻，执着的梦想正重啊。所以，拢甲你讲这个真话啊，真话是啊，无作无智，无住无灭啦。这个才是真正的事实真相。讲无处正中，这个所在讲的正，
是发生大事同款的。最低的症是啊，冤教初主，因为这个时阵超越了十法界，去入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内面无灵无数，一真法界用功啊，就是大乘经上讲的无功用道，因为因心拢是清净的。一真法界，你是初诸菩萨，伊是二诸菩萨，绝对无这念头。有这念头，佫就是有分别有执着咯。因的功夫啊，确实有浅深，但是拢无分别。功夫深的人无分别，功夫浅的人也无分别。啊，由此知影，佛甲咱讲啊，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顶降妙觉，是甲咱凡夫讲的。也伫迄个境界内面有安尼讲无？无安尼讲啊。为什么呢？无分别，你讲什么？无执着，你个讲什么？讲这个话啊，是对有分别、有执着的人讲的。离开一切分别执着，哪里有这个名词呢？也各家注意啊，讲一个较明白的啊。以前法界内面啊，无言语啊，讲话啊，足忝啊，足麻烦的呀。也伫以前法界啊，彼此交换意见、沟通，迄是癫啊，咱今仔讲用癫，光啊，用这个啊，彼此拢有他心通，六通拢具足，哪里也去得个开嘴讲话啦？无需要啊！伫咱六道内面，各级凡夫。拢无用言语来沟通意见。你看咱经常讲的色界、四禅、二禅天叫光阴天呐、啊。你知光阴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讲初禅也各有言语彼此讨论，二禅以上啊，唔免讲话咯，用光啊。光会用了未？光会用了，你看十字路口迄、那个红绿灯啊，敢是放光？无需要交通警察甲你讲，你这边行，你停咧，你袂用行，偌麻烦啦、啊。光一个棒，你就知影咯。红灯一个倒，你就袂用行；绿灯一个倒，你就会使行咯。迄敢是光咧讲话咧？啊，二三天以上啊！无咧用言语啊，言语的能力真有限，而且听的时阵也够容易听错，也够将话曲解咯。啊，这个用光用电，绝对袂产生误会，袂产生错误。如是向高级的去，哪里都要用这么缓慢的方法啦、啊？现在渐渐，咱对这个状况。慢慢啦、啊，会当体会咯。比如，咱接着伫即个文理资本里，你看佛的经典流传到今仔日，佛教的经典真正是浩如烟海啊！在典籍几经大方经都对袂落啊！你讲这偌济啊，偌麻烦啊！现在电脑发明咯，就会知影。一块资料片，全部的佛教资料拢伫个其中，进步到即款的啊！佮向上进步的时阵，连资料片都无爱了。这才知影讲，愈行高级的啊，咱今仔日的科技啊，甲咱提供了一个证明，佛菩萨迄个科学技术啊。那望尘莫及啊！咱也需要用这硬体这么重的物件，因无需要了。所以对这所在会当去
体会。所以这个经啊，咱来知影，经是不是有这代志咧？有啊，但是你因是不是有这个意念咧？无，绝对无分别，无执着，无这个念头，无这个念头，灵数就无咯。哪里有灵净所净呢？有灵数，诸位想看嘛，就了解了，一定落在意识内面，一定落在思想事件内面。正果，啥人正果？我正果了，我相就枯竭了。啊，我正了苏特凡，我正了苏特涵，思想枯竭，无这道理啊！经头前讲呀，苏特凡已经无苏特凡这个念头了，这才真正已证到苏特凡果。有这个念头，伊是凡夫啊，伊唔是圣人啊。所以啊，无灵无所啊，毕竟无净也无净者，咱讲修行正果，拢是佛的方便话。方便话是唔是讲假话？唔是啊。确确实实也是有这个代志，但是伫人的心内啊，清清气气，了无其事。可是咱若无加以啊，分别执着，咱对这个境界就一无所知咯。所以佛说法，以基本的原则，以理地说法。什么是理地？这个是随顺众生的相识，跟你讲，你才会捌啦，你才体会啊。随顺众生这款的讲法，就叫做熟地。随顺佛家己所看到的真实相，就叫做真地。啊，佛说法，这两种方法啊，互相来运用。真地讲的，你听无就讲俗地，俗地听有的时阵啊，才甲你讲真地，互你将俗地写了，你会当确立真地。这是佛啊，讲经说法度众生的一个原则。这个原则在金刚经也处处都显示。亲像尾后的这段，这是啊最重要的两句话：不出无相，如如不动。这两句话都是理地啊，不出无相，俗地啊；如如不动，真地啊。所以啊，你详细去观察这个经文里面啊，拢是。符合这个原则啊！然后你再看会出佛讲经说法的善卡方便，咱形容伊也是顺顺善诱啊，引导咱建立这个更加高的境界。一切法性平等不坏，到这个所在拢是《圆觉经》的经文啊。这一句咧作为总结，为什么头前甲你讲生死涅槃犹如做梦？为什么讲无起灭、无来去、无得失啊？无处下咧，无灵净所净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这两句讲出来哦，所以这两句话绝对袂用得无啊。
因为呀、啊，一切发生平等，有起有灭不平等，有来有去不平等。平等就是不离法啦。啊，有宁静，有所静，有灵啊，有所，那是理法啦、啊。哪里是平等的呀、啊？哎、欸，你家看，拢总啊，拢会归到不离法门啊。不坏，不坏就是不灭的意思。不灭就是不生啊，所以一切现象啊，现象是自性变现出来，唯心所现啊，那个心是真心，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是体，体当然有相，当然有作用。体上用是一二三，三二一。哪里讲是有体无上呢？无作用，这绝对讲不通。可是迄个上伊会变，伊未灭，这注意必须来知影。伊只是变念念，绝对未灭啊。这是佛法讲的不生不灭，就是对这所在讲出来啊，对这理体上讲的啊。讲初中一切是当梦幻的无际，正是诸法空相，不住相之意啊。平等即是如如，不坏即是不动。这是江美龙居士将这段经文做一个简单的注解。原觉经这段经文会用一个题来注解这个所在，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，是一个意思。两个讲法是同一个意思，所以是通通是梦幻泡影。这是诸法空相，不出无相之意。不出无相，就是头前英文里面讲的无住性心。平等就是啊，自性，自性是平等的，就是真心。诸位爱知影，不平等是妄心嘛，起了妄念就不平等咯。离开一切妄念，生活平等，众生加佛是平等。法化平等，头前讲的是法化该如啊，法化该是啊，刚这个诸性变现呢，哪有不如呢？哪有不是的道理呢？所以平等就是真如，用两个如。第一个如是性，第二个如是相。性如其相，相如其性，绝对拢是同款的。啊，这个咱中国古人啊，古德为着这两字，无甲哪好体会啊，做一个比如，以金足器。气气该金，金嘛，金就是第一个如理啊。
是体啊，做成气，气是有模样、有形状的，形状是第二个炉啊。这咱容易了解啊，金就是气，气就是金。如果着上呢，着上金就无了。咱叫一个人，你去将黄金给摕来，伊看到一大堆的金器，这内底都无黄金啊。伊所看的是金的手环啊、链啊，要什么？要无一项啊，无一项是黄金啊。这是着了相啊。就比如咱六道凡夫着了相，无见性。如果你真正通达了，原来啊，相就是性啊。你要从金体来，都一个啊，都一个，唔是咧。啊，所以禅宗阿先开悟咯，老师甲考试啊，讲念出一法来，伊随便念一个，老师啊点头对，甲伊印证，迄就是啊。所以是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啊，无有一法唔是啊。这是真正看到如如啊，到如如的时阵，这个心清净了，心平定了，心内面一念不生，才真正的看到。无看到啊，计未来啊。人来问讲，祖先伫倒位呢？伊伫个涂骹捡一片树叶啊，比一下。老和尚点头无错啊，咱嘛去捡一个树叶来比一下，敢会用？袂用你啊！伊是真正看到啦，咱无看到啊，咱有未来啊。现在啊，这个学禅的人，提到古人的这个娱乐的时阵啊，人怎样啊比法呢？我来安怎比法？结果啊，比的拢无成啊，唔是人看到迄个境界。所以禅宗的僧团啊，百变真多啊，你唔是真正明白人，往往会互伊骗去。要有一个密，也容易骗人。所以这个佛门内面啊，妖魔鬼怪渗透在佛门内面啊，宗门甲密教渗透甲上多，唯独教内面伊参袂入去。为什么？教爱讲经啊，你讲错啦，人马上就听出来啊。这真正无容易啊，渗透入去啊。尤其无办法，心头是净土的经典，这里无法度啊。魔马公阿弥陀佛嘛，劝人念佛，伊就是佛咯，伊就唔是魔咯，魔就变作佛咯。所以教下无噶啦容易假物件，无噶啦容易入来。禅甲密啦是最容易的，这个。一个不坏啊，就是不懂。大佛顶经里讲修楞严大定，自性本定。修楞严就是不坏意思，是属于啊自性本定。下面佫解释讲：无为者，无所作为也。六无所为，梦何能独，静何能静，
无为甲有为的意思。爱辨别清楚啊！无为甲有为啊，毋是对立的，这是佛法的关键，一定要明了。毋是对立，就是六祖讲的啊。佛法是不离法，离呀就不是佛法。有为无为那是离呀，那就不是佛法了。这就变作世间法。佛法是觉啊，世间法是迷啊。有处怎样？离法就迷啊，不离就觉啊，这是整个佛法，特别是大乘佛法关键的所在啊。哎，怎样？一切法拢是不离法，你哪要改分作离啊？无为，无为是无所作为啊，这无错。解释得不错，如果啊，真正那是无所作为啦，就好啦，咱也免修啦，也免乞丐，也免修定，什么都不爱做了。安尼，咱的烦恼敢会当断呢？无明敢会断？菩提自性敢会当净？你就将佛的这个意思想错了。佛法里面这个无为意思深嘛，不是世间法的这个概念嘛，是教你断恶修仙，心观来若无其事。这叫做无为，无为你无所不为，这才用的啊，不是偏在一边啊，这世间人讲为是一边，无为是一边啊，总是偏在两边，所以菩萨行的是中道，未落两边啊，两边拢是障碍啊。这是经常常常用河流来做比如，两边是两边的岸，你迄个船咧行的时阵啊，挖岸就互伊障碍着，就行未通咯。爱行河道的中央啊，畅通无阻，两边不着啊。这才是真正的无为，所以下面讲咯，缘何能转，性何能行，这是连着顶面做一个。故无为法始终有为法做出，这是真正佛说无为的意思。故曰应作也，应明了者，是以无为法为目的，就有为法做路径。若只认无为，下去有为是自转也。这个意思深咯，所以大乘，尤其是圆顿大乘法，一乘法。通常是无咧甲初学的人讲的啊，为什么呢？惊初学的人听了错的意思，
这回意思一麻烦就大了。啊，这个佛在经常讲啊，破戒的人好救啊，破戒的人无救啊。你这个把这经那是听唔到意思啊，一切该讲的是什么拢无咯，杀到阴谋拢无咯，什么拢会在做啊？这害咯，这是佛无法当救啊。就驚聽到這個一切都無，一切都空了，那就錯了。所以大乘法特別交代你，萬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這是事實，這我們來講得非常透徹，因果不空啊，所以你要斷惡修善，這才是正理啊。这个出世间这个现象，凡夫执着有，坚固执着，好甲大菩萨因看到了无啊？看到这是什么呢？梦幻泡影啊！迄、那个梦有思无？有啊，有相，有相有思。无实体啊，唔是无相啊。那暗时咧做梦，困精神过来，迄、那个梦中的境界，也阁是真清楚啊，也记会起来啊。那会讲无咧？有啊，相有，作用有，体无啊。这款的讲法，阁进一步咯。要那贴地究竟的讲法呢？那就是在经常讲的，相也无了，作用也无了，体上作用拢无了。这是啊，圆觉经常这段讲法，那是啊，完全的事实。佛家大菩萨的境界啊，这大菩萨是地上菩萨的境界。原教地上菩萨的境界，确确实实是无的呀，一切拢无咯，地上作用拢总拢无咯。那你问讲，佛家这些地上菩萨，咱以咱的境界呀、啊、分别执着来讲呢，佛讲的十二个位处，对于初地到十地十个位处。顶角一个位置，或一个位置，这十二个人啊，因有咧度众生无？普度众生啊，因是无度众生。倒一个所在众生有感，伊就有应。伊迄个感应啊，伊到底是有为还是无为咧？甲诸位讲啊，有为无为拢无啊。这是真的，为什么会有感应呢？因为是一体啊，十法界已经中严是家己的平等性显现的，伊是一体啊，所以感应都高是自然的，无意思的内面啊。在头前的这个阶段，咱讲三贤位的菩萨，其实来讲呢，就是在一真法界里面，这个四十一位发心大士，拢是啊自性的感应度高，拢无分别执着，是法界里面的菩萨。声闻缘觉菩萨也有佛，天台大师讲的。总教佛、通教佛，也这个延寿大师讲的，延寿讲五教，
小鼠中顿丸，小狗的血，一个死狗的血，拢伫个心法界，无超越心法界。心法界下只的佛菩萨，众生有感亦有应。那是伊伫个初发心的时阵，也捌发过愿。伊捌发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多。讲话啊，算话啊，所以伊啊，伊有这个能力。众生来求伊的时阵啊，伊若是无要来，伊的背信啊，这是袂用的啊。所以是法界内面的佛菩萨是愿力啊，是过去伊心中的宿愿呐，宿世愿力啊。但是呢，在这个伊真法界内面已经唔是愿力。完全是性德，就是自性的本能啊。比那个愿力还更高啊。所以啊，称之为无缘大慈，无条件，是法界愿力也是有条件。为什么？因为较早发愿啊，要有这个条件在啊，所以到以前法界无条件，什么条件都拢无了。自自连连的感应度高，所以咱了解这意思，无为啊，真正是目的啊。无为的无所不为啊，无知的无所不知啊。这两句话合起来讲呢，就是一般人讲的啊，赞美上帝，专知专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那是咱的性德啊，本来就是安尼生啊。这不是对外面来啊，现在咱的本能失去了，这佛讲了，就是妄想执着。这佛法教咱修什么呢？都妄想执着利益，都妄想执着，也是爱对有为做起啊！哇，这句讲也是爱对妄想执着做起啊！用妄想执着将妄想执着打掉，这是佛法教学第一个阶段的手段，咱来了解啊！所以爱应作你平常世界的修定啊，该定非三合拢是有一法。到开了智慧以后啊，这就确立到无为啊。到家无为以后啊，是不是有为呢？也是有为。为什么有为来表现伊的无为啊？如果无有为啊，无为法啊就落空咯，空啦。所以啊，一切诸佛菩萨应现的世间，而就是伊实现的无为法。释迦牟尼佛就是这真好的例，这是经上一个开端。立社会大乘去施，着一次一半，伊是无为法。伊无为表现伫有为里啊，无为表现伫实际生活上，表现伫工作上，表现伫应酬里啊，那是真无为啊！无为毋是啥物都无爱做啊！什么都拢爱做，心内面清清气气，一点不劣，若无其事。心是无为，心靠是有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心是无为啊，
小有违法立不着，后面这条清楚已经讲出来了。小啊，有违法立不着，便是无为。独处别无所谓啊，无违法呀。如果你是错解了意思，叫做三世佛愿啊，三世佛都化愿弄啊，你将伊个意思解错了啊，迄个唔是叫做无违法啦，那些无违是啊，有违法内面啊不执着啊，都才讲了，心地清清气气，一点不染，若无其事，这就是啊无违法啦。咱应当爱学习，你爱学习，会向学，会当啊，这个，去立一点啊，有一点啊功夫咯。你的生活上会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，会得到真正的自在。还是真实的受用，这个世间人啊，哪是唔捌这个啊？伊所有一切享受啊，拢是假，拢唔是真的。那一般世间的这个有气的人啊，看到世间啊大富大贵，生起这个羡慕的心。这是这款的表面啊，真正大富大贵的人啊，有幸福无？不一定啊。你深一层去个观察呢，有伊的苦处啊。你贫穷下贱，你有你的苦处，伊有伊的苦处，伊的苦并无比你较差、啊。你两个那是详细去比较一个时阵啊，我看不分上下。你有你的乐啊，有啊有乐啊，你的乐可能超过伊的乐啊，伊的苦可能比你更加艰苦。有甚么好阴险呢？这是真实话啊！迄、那个位置愈悬呐，权力愈大，愈容易对地角啊。这个念头错了，这项代志做错了，也偌济人会去啊受害，迄、那个业因就对地狱。你无这个权力，无这个位置，你逐天起嗔恨心，骂人恨人，袂对地狱啊！你无做偌济歹事啊！人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不得了啊！所以伊爱负偌大责任。如果伊心未清净，要贪嗔痴慢，要是非人我，哪会可能未作业？所以现在人有气啊，就去竞选，而且真正莫名其妙啊！较早的人啊，人请你来做官。听讲的时阵，赶紧走啊！咱中国古代有一个苦游，注意读个古书就知影。听伊去做皇帝啊，伊走去深山哪来找袂着啊？老毕请这个诸葛亮，请了三拜啊！伊绝对袂出来竞选啦！什么原因呢？知影这个责任太大，答应出来做这个代志，真是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，就惊代志做错了，爱负因果责任。咱佛法讲因果责任，因遐人讲对历史负责任，对群众负责任，对历史负责任。
啊，如果无负责任，你去做的时阵无一个袂对路呀。你现在唔管怎样，那像是真正下摆一时呀、啊，无几年啊就往三途去咯。你那是看到这个现象，你才知影讲这偌悲惨的代志啊！哪里有值得？也不是安尼啊！在乎，这我嘛讲真多啊！在乎，敢是你的？不是啊！迄、那个在乎是对面前行过呢，就像水共款啊，伫遐过一个啊，伫你面前过一个啊。你有机会去处理啊，处理啊！你处理个适当，你修好；处理个不适当，你做罪业。好甲好，一念之间，咱中国人，中国古人是真正聪明啊！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是袂当比中国人。你看中国人做的好好啊，真行啊，好甲好差不多啊。若无注意啊，就将好啊看做好啊，好看做好咯。啊，真详细去辨别啊。咱中国古代这老祖先真正有智慧啊！这是外国人确实是比袂着的。中国的文字充满着智慧，这个、修学法实在讲就是金刚经教咱观行的这个功能啊。咱伫生活上就分啦，早起起来穿衫、食饭。上班工作，大人接物，大行拢爱认真去做啊，大行拢爱啊负责去做，对人对事对物啊，尽量接受。你的一切众生，这是修仙，无为家己啊，这是断恶。注意要知影，为家己就是恶。这是一般初学佛的人无办法理解，为什么为家己就是恶呢？多一人无为家己，为什么为家己是恶呢？念了《金刚经》就知影了，为家己增长五级啊，《金刚经》教你爱破四相、破四见。你起心动念为我，你敢要会当破呢？道理伫即地啊，所以迄个啊善恶的标准是十法界的水平啊。十法界内面是恶，十法界顶面是善，一真法界是善，十法界是恶。所以你起心动念有一个我，就袂用了。就是恶啊！起心动念有一个恶，你袂当出六道轮回。重量偶像啊！起心动念拢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一切众生，敢会用你袂？袂用你，也是恶啊！这恶伫倒位呢？你会当出六道，袂当出十法界。为什么呢？你着了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所以一定爱做。转一切恶、修一切善的时阵，利益一切众生，连迄个众生的相也未着。这是佛在经上甲咱讲的三轮体空。我逐天咧做啊，不着我相，我为一切众生做。不着众生相，我所做的这些工作也不着这些工作的相，这叫三轮体空。三轮体空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做你无所谓，
头前江美龙技师讲了，代理画技不以为念，你这个心永远是清净的，永远是平等的，永远是无为的，这个心就无为的。所以在思想上是无所不为，心内是无为，这叫做真正的无为法啦。下有你不左右，观空你不主空，空有两边都不主，难怎样？人生是空的，身体是空的，难坏马是空的。满怀因缘心啊，当体即空了不可得，这是真的，是事实。满怀嘛是空的，佛法嘛是空的，佛法嘛是缘心的。如果主空啊，就害了。这有个主角一边了，都一寡人主空呢，学佛的人主空阿罗汉。别求婚，所以啊，因的目标是赶紧证到涅槃。涅槃啊是空的，偏见涅槃。佛在《楞严经》里面将迄个境界讲出来。也都是从伊的错误的所在讲出来，这其他经常讲得真少。伊讲阿罗汉啊，偏见涅槃的迄个境界，内受有限，尤为法定分别因素。佛那无讲出来，咱以为阿罗汉的涅槃是真了不起啊。伊伫咧搬只盘咯，那你知影我是内秀幽寒啊，也个是法定分别因素啊。我即句讲，幽寒伫咧梦想的壳啊内面，伊咧变无为法，伊啥物都无做。所以佛讲啦，对无为起啊。毕竟伊也阁是有善根，该在伫无为起的时间，袂讲真久啊，无真久啊，伫咱看起来也相当的久咯，20,000大劫啊，20,000大劫以后啊，伊会后悔，伊会阁出来啊，这辟支佛比伊的善根较高，比阿罗汉的善根高。10,000大劫，佛讲的这个数字，这是极限呐、啊，就是上等是这么长的时间，有善根侵害，已经紧就离开，就觉悟了。但是最长最长啊，就是这数字啊，这修行啊，阿罗汉20,000大劫，伊就会回笑向大，毕竟佛是10,000大劫。咱看这个啦，这是出世间，兼着路咯，着了空咯。世间内面啊，无能力超越三界，那是将佛法学错咯，也做了空，那麻烦就更加大咯。四空天，四空天最高呢是飞上啊，飞上处天呐、啊，这是四空天上高呢。迄、那个寿命偌长呢？80,000大劫啊！比阿罗汉长太侪咯！啊，我一句话讲，对伫迄个所在80,000大劫袂当叮当啊，就在无为法内面啊，一点啊作为都拢无啊。
定位是哪像大家斗阵修学，斗阵啊，这个用功办道，伊退出去去困啊，什么都无咧做，这一个困啊，困啊，八万大劫。可能别人已经辛苦了，伊还阁是咧做凡夫，所以佛将这个代志列在八难之一啦。这学佛啦有八大障难啦，这个生到无色界天是啊，这其中的一难啦，生到无色界天啦。你什么作为都拢无啊？这是啊，主空。下面啊，顾着咧，甲人讲应该怎样做法？随将你行六多万行啊，这句咧是从世出世间，这一切法拢包括在内面。佛菩萨每一天用六道万行诸行化他，世间这一切人，无论是什么款人，无论你是什么款这个什么身份，什么款的生活方式，也拢是行六道万行。只要你会向着，你的生活就是啊。一拜咱伫个金刚经讲啊真详细咯，伫华严经，现在同住五十三参，五十三位菩萨，甲咱表演，甲咱做示范，就是啊，伊用无同的身份，无同的行业。甲咱做出就伫本分上修六道万行，拢总是菩萨。家庭主妇管一个家，家庭主妇的菩萨，伊迄个修行拢总拢会成佛啦。所以佛法真正的华严上是无障碍法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你了解道理啊，知影方法，无一个未成佛的，就伫你的本分工作行业里做佛啦。将你讲经说法，你是将你涅槃六道万行讲经说法是有为啊，将你涅槃是无为啊。这个涅槃啊，是对倒位做出呢？对六道万行讲经说法这块来做出来。讲经说法是公义的，不是协议，唔能认为讲咱现在组织做一个，咱展开经本的家啦，这叫做讲经说法，这是讲经说法啦，这模式内面的一种啊。实在讲，讲经说法的方法无量无边，这只是无量无边法内面的一种法。未当局限伫个一种法，伫日常诶生活当中所作所为、起心动念，拢是讲经说法。特别是伫大乘法内面，佛对咱的教训，咱该做到，拢伫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行啊，互咱四边的人看到、听到，
这拢是俗语讲经说法，所以是公义的，唔是嫌疑的。这都是将你做心肝内六无其事，六无其事就是涅槃啦。涅槃是无作啊。头前的六道万行，刚经说法是有作，作你无作啊，作你无作，无作你作，这叫做真无为。有处可知，不处化，当将不处非化做出。这非化是空啊，绝对不执着空相。执着空是大错特错。大乘经上佛上讲啊，宁可执有如须弥山，不可执空如盖子。盖子是挂菜子啊，挂菜子像模啊同款遐大，就是着一点点的小的空都袂用哩。迄就大错咯，执着有不要紧，唔惊执着有，就惊执着空。所以，这是爱对不处非法做出，即非当众失明做出，即非是讲空啊。对对做起，对失明，金刚经上，即非失明即句啊，讲啊太多太多了。凡是讲即非，比如即个经上讲，佛说三十二相，即非三十二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即非啊，是对性上讲的，是对理上讲的，是名是对事上讲的。是对相上讲的，对多些所在现这个理呢？对事上现理，对什么所在见性呢？对相上见性，个见呢？未当无爱事啊，未当无爱相啊，事上理，理性无了。哪有这道理？所以这家里应无所住，离心机心。因为事实真相是即非，你住就错了。因为有思想，所以有实名，你身心就丢了。身心不着空。无住不着有啊，空有两边不住啊，这就丢了。不执着，当将不断灭自出；无失，当将不虚自出。无失无虚，这嘛是金刚经上重要的一句话啊。无虚是体，无虚是相。这是教咱怎样去修学微法。换句话讲，
怎样去过佛菩萨的生活？这是佛菩萨的生活。换一句话讲，怎样过真实的生活？真实幸福美满自在快乐的生活，你会了解这几句的意思，你就拢会做到了。这是大圆满、大自在啊！乃至无性无烦，这种有性有烦中见，这无性无烦是属实啊，无性无烦是假象。那无对这个属性上，你哪会当讲证到证到这个属实呢？咱从整个佛法啦，分做三个阶段来看。六道是一个阶段，四性是一个阶段，已经法界是一个阶段。无性无烦是已经法界，有性有烦是实法界。无对这个实法界渐渐向上提升啊，这个突破超越，你哪有可能到无性无烦？所以对有性有烦中去见，作为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。佛在经上跟人讲，应无所住，这无所住是生死涅槃拢未当住。无住之智，无时何圆满？这会达到真正圆满。迄、那个无住未使讲无住一边啊，两边拢未用咧住啊。住生死。就是六道凡夫，住涅槃，就是声闻缘觉。菩萨聪明啊，两边不住，这是佛讲的无住的真正意思。你记住了。就在观化言行，如梦如幻，了即皆空，所以无住。究竟圆满的两边不住，住了就是关键，这关键的所在啊。你爱将宇宙人生的真相认识清楚，观化言行，这化是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世出世间一切法拢是言行，凡是言行之化。就无住性啊！当体即空了不可得，这是头前难啊离处的说明。心法界已经庄严的现象是
什么代志呢？咱现在真清楚的明了，真相是业因果报。刹那生灭的相续现象，这是现象是什么款代志呢？这个答案咱答出来了。这个现象到底是真是假呢？刹那亿万生灭，你讲是真是假？唔知刹那九八生灭，九八生灭是佛的《楞严经》里讲的，唔知啊。真是相是刹那亿万生灭啦、啊！你讲伊是真是假的呢？所以讲啊，梦幻泡影是事实啦，伊唔是比如啊。你家己看做比如，你已经看错了，你已经无体会到真正意思，事实啦、啊，事实上确实是梦幻泡影啊。那对这事实真相内面，从这个《大乘经》内面真正最的名词俗语的含义，弄清楚了，亲像经常讲的无实，因讲经常讲啊上多啊，即非实名，这意思咱透彻了。所以咧，透贴咯。那像那现在也无真自在啊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咱也无做功夫啊。譬如讲，咱想要去一个所在，那现在的研究地图，这路已经真熟，已经真清楚、真熟了，也未开始行。你就要开始行，一步一步接近啦，迄、那个意思就无同款咯，感受就无同款咯。所以现在知影了后，爱做啊，怎样做？伫生活上去做啊，伫生活当中改变咱的观念，无改变咱的生活方式。生活方式一切拢照常，观念改变咯。什么观念呢？较早错误的观念，分别计较执着，这内底变贪嗔痴慢是非人我，烦恼个不得了。现在这念头改变的时阵啊，万化皆空啊，了无其事，做个更加有精神啊，做个更加好，真正亲像普贤菩萨讲，不疲不厌。你唔捌这个道理，这代志大工重复咧做，做甲讨厌，哎呀唔惯咧啊！你现在明了咯，做你不做，不做你做，怎会厌惯呢？何况知影讲，我现在大工咧做，是修六道万行。啊！我现在逐天这款生活，原来是在行菩萨道啊，是乞力大力盘呐、啊，因还未快乐呢。整个的佛法就在生活之中，而且的生活任何这件代志，拢显示出究竟圆满的佛法。华严经上所讲的，一切一切一切即一，情三是一，
这个摩尼佛四十九年所讲的佛法是多啊，四十九年啊所讲的一切的法，我穿一件衫的时阵完完具足。我咧食饭的时阵，食即嘴饭的时阵啊，完完具足，这是有意思啊。并不是整个佛法在一生当中每一面啊，拢是啊，唔是啊，每一点拢是究竟圆满的佛法。这才是真正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啦。这部经常讲，法华盖世，法华盖如啊。现在啊，咱要紧的啊，就是要安怎去做？爱在生活当中体会金刚不坠，那就是法味无穷啊，法喜充满啊。所以这个如梦如幻是事实啊，绝对不是迷路啊，要了解伊的意思，就是万化皆空，体是空的，拄则讲了，相嘛是空的，所用嘛是空的，空一定在有当中显示，有是啥物？咱日常生活是有。所以无助，这是真正无助。各学人最要方便应作如是观。这应作如是观是咱开头初学的人，就是讲到最初方便。咱对倒落手，爱对遮落手啊。佛法伫小学上、教学上讲观行啊。这个总纲领是两字，观，用现代话来讲，就是你对宇宙人生是怎样看法。咱讲宇宙观、人生观，金刚经教咱的啊，诸佛如来的宇宙观、人生观，绝对正确。无一点啊偏差，究竟圆满的宇宙人生观，你爱常常做如是观，将你的观念改变起来。观爱行，这个所在教咱爱行。爱在有为上显示出无为，在有相处显出无相，对事相去显理，对相相去见性。这是行啊，这是真正修行啊。下面这段讲得真好，不悔有为，不改无为，诸念理念，夹角东西。这四句话讲得非常的好，咱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过日子，怎样去工作，如何来度过咱的这一生，这四句话就太好了。
菩萨生活，不会有为，有为法，咱爱认真啊去做，不爱无为，所以一定爱学佛家大菩萨共款。无为是心地清净，一点不染。怎样显示无为法呢？在有为法当中，比如无为法是讲真假，有为法是假的，假的内面显示真假。离开假的嘛无真假的，有真假有假啊。在这个真假内面做到不离，佛法修行的目的就达到了。永远向这个不离的目标里去行，就对了。大圣经上教咱的啊，不但是听经学教，实在讲，日常生活当中，拢离袂开这个原则。你言说上，你名利上，你心言上，所以这个原理啊，爱用在生活上，那心才清净，才清气，真正是一点不染。一切相即一切法，离了相呢？人来问你讲，法师这是什么物件？你一句话都无讲，结果亲像插头人同款，嘿嘿嘿，干咪用呢？哎，袂用的啊！这是一个纸片啊，那你就一个有分别，一个有执着了，对？在分别里面显示不分别，这样显示，你个就是纸片嘛。我随顺，你怎样讲，我随顺你的讲法啦。家己呢，家己心里清清气，确实无执着。袂讲这是一张纸片，这是什么颜色？确实无啊！我食是无为，甲恁沟通的时阵是有为，因为什么？是你的执着，随你的执着而执着，随你的分别而分别，应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咱相处就皆大欢喜了。众生的迷啊，佛菩萨悟啊，迷悟会使处得真融洽，也这就是在有为里面啊显示出无为啊，绝对无计较，无分别，无执着。所以佛菩萨跟众生相处啊，你甲看，这个经典内面释迦牟尼佛对这些人说话啦，无论伊是善人也好，恶人也好，要么鬼怪拢有啊，释迦牟尼佛拢接见，问什么佛拢点头拢好，达行拢好，无一项唔好。你行善好，你作恶也好，你去天堂也好，你对地狱也好。为什么拢好呢？梦幻泡影嘛，那是真的，拢是假呀。但是迷的人、执着的人，伊无好修啊。
天堂地甲苦乐的感受无同款啦，迄是个未及啊。其实有无？无啊。未及内面啊，三生的现象，为什么无要帮助伊呢？不关机啊！你言无信息啊！跟你讲，你唔相信，听袂得去啊！也就是随顺啊，你该怎样做，你就安怎做。多一天你苦头嚼够了，想要回头想觉悟了，佛一定来帮助你。佛是梦中不舍一人啊，肯回头的时阵，唔免去找伊啊。找伊是找麻烦啊，找伊也是增加伊的罪业，崩溃、崩坏、崩精，伊会做更加重的业。未当接受的时阵，佛菩萨行较远远啊，无必要你做重业。会当接受的时阵，佛菩萨一定马上就来了，无来就对不起你啊。阿明道高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咱了解啊，佛菩萨是安尼来接引大众的啊。咱个大家相处呀，就明了咯。每一个人的业因啊，这个缘非常非常复杂。咱今日看到这个社会上真正多外教徒诽谤佛教，骂佛教是魔鬼啊！咱听了嘛真欢喜啊！咱欢喜的是什么呢？耶阿赖耶识内面已经有佛啦！哎，咱足欢喜啊！伊将来一定会成佛啦！虽然诽谤做罪业，伊还受迄个恶报。恶报受完了后啊，又回归正法，也成佛了呀。所以啦，未介意一般见识，伊骂我，我骂伊，我要报复伊啊，无啊。伊骂我，我伫边啊笑笑，真欢喜啊。伊将来会成佛啦。伊唔知影这个前因后果，能看较真清楚啊。这个三宝经济啊，一粒泥棍因为道经啊，咱真清楚啊，真明白啊。所以不会有为，有为的代志，咱一定爱照做。就是佛法在世间，不坏世间法，一定要按照世间法去做。按照世间法做，世间法会妨碍佛法未妨碍。这主要要记得，伊绝对不碍无为啊。咱深深感觉到伊对咱有妨碍。实实在在讲，唔是外面境界妨碍，是你家己妨碍家己。你家己要分别、要执着啊！离开一切分别执着，哪里有障碍？妨碍我用功，你用什么功？妨碍你妄想黑念是真的。真正用功来讲咧，绝对袂妨碍啊！真正用功，咱伫个金刚经上看到，金刚经教咱是看破放下。这看破放下，啥人会障碍你啊？无人会障碍你啊！人骂你，我袂受气，为什么袂受气咧？我放下了啊，我无接受啊。伊为什么会受气咧？伊受了。伊骂我，我接受了。伊骂迄个人，你是阿袂受气。伊骂伊啊，唔是骂我，我无接受啊。伊接受了。人骂我，我无我啊，我是空的啊。到无我的时阵啊，你就袂接受了。
未接受你就未受气啦，你就放下咯。所以看破放下，什么人会当障碍你？无人啊，只有人帮助你啊。人赞叹你啊，诽谤你，侮辱你，拢总拢是帮助你啊。你看《金刚经》讲的，念着波罗蜜才有修行，无人侮辱你，你念着波罗蜜啊才修会成。人是来侮辱我、糟蹋我阿弥陀佛啦，你帮助我，我念着波罗蜜修行咯。你那是明了的时阵，确确实实无任何人、任何事会当去障碍你，对你家己障碍你家己，那就无办法了。祖连李连呐、啊，一丝和平奖都无啊，吃嚼东西啊。你啊是灯，叫是灰啊！你啊是自性本定，如如不动。叫是一切明了，家里不迷啊，东西啊。这部深深经典，归到结冰丹，也切君四句偈中，四句偈就是咱平常的生活，有看。也深的经典在哪位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如是深奥就如是平常，而且甲注意讲，如是简单，如是容易，唔通看伊极深奥的这物件一定真困难，那就错了。在咱中国典籍内面。讲宇宙人生的大道理，讲到上界究竟最圆满的一本书叫《易经》。易是什么？简单容易啊！所以佛法最殊胜的法门，最简单的是一句阿弥陀佛。但是人不相信啊，就无办法咯。千经万论到最后总归结，归结到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偌简单，偌容易啊！爱将这句阿弥陀佛讲清楚，释迦牟尼佛49年还无讲完。所以这句好好。是整个佛法的归结啊，整个佛法的大宗旨法门啊。要咱伫个即经上，要读到，阿弥陀经书伫讲义内面也有详细甲咱分析个。依照金刚经的方法修行，到最后将真实的要领甲咱讲，都是一个定慧啊。定就是放下。非就是看破，看破放下，放下看破，这两个方法互相运用，相辅相成，
对初发心一直到成佛，就用这个方法。咱在头前要详细讲解，无别的方法啦。这是总元节总纲领，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拢未用你违背这个元节。违背这个原则，你未成就，你绝对得未到受用。无论修学多少法门，只要跟这个原则相应，你一定得受用。但是为什么到最后还要回归净土？我伫头前甲诸位讲甲真清楚。用金刚经的方法突破六道，故突破十法界，入一真法界。入一真法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发心大师啊，四十一位发心大师，这是金刚经上讲的诸佛如来啊，你已经成佛了，你是诸佛如来的一员啊。但是对原教初住到如来各地四十二个阶级，这来对四十一片无名破尽了，先究竟圆满佛哎，偌久的时间？这修的行呢？佛讲哎，三大阿僧祇劫，哎，这么久的时间，三大阿僧祇劫不是对普通人讲的，是对法身大师讲的。第一个阿僧祇劫，上满三贤位，十住十行十回向。第一个阿僧祇劫，第二个阿僧祇劫，修七个位处，初地到七地。第三个阿僧祇劫是八地啊，九地、十地三个位处。这就是讲，这四十位发心大师。头前四十位修行的时间，要三个阿僧祇劫，修满则是顶加菩萨。顶加修行佛果呢，那照头前迄个模样来看咧，比例来看咧，可能就要一个阿僧祇劫，则会当圆满成佛。因为愈向后面啊，愈困难，时间愈长啊。所以啊，这些人聪明啊，到极乐世界去，到极乐世界去成佛，这时间也缩短了。这些发心大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观无量寿佛经里讲啊真清楚，十宝庄严土，上品上生啊。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太紧了，恐惊一劫都无需要，你马上就成佛了。这是为什么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？道理在这里啊。呀，诸位爱想看卖。如果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咱伫这个世界修行，什么时阵你才会当突破十法界呢？这是一个真正实际的这个问题啊，摆伫面前啊。你什么时阵会当突破六道？
就破六道，见思烦恼的断掉。你这会出六道，尘沙烦恼搁再破掉，你才会当出十法界。但有福修行，不是这一生这一世啊！像这个无量寿经里，咱读到啊，阿夏王子，因一个小团体500人，佛讲啊真清楚，伊去心中。伊把供养400亿佛啦，迄、那个亿，印度人讲亿是无标准的啊，唔是咱中国人讲的，万万叫亿，印度人唔是啊，百万嘛叫做亿，十万嘛叫做亿，到底是用多少标准，咱唔知影。咱就算讲上界税啊，十万啊叫做亿，那是40万呐、啊。哎，400亿分啦、啊，哎，嗯，400亿啊，啊不是啊，哎，一亿是十万呐、啊，4000万尊佛，一个人出世无一定。每一生拢会拄到佛，你才知影讲过去生中修行时间的久。咱看恐惊唔止三经，修到今仔日想看安怎，也是这款的啊。才知影讲出头难呐、啊。为什么修无量劫也是这款的呢？习气磨灭不断呐、啊，一个轮回，一个投胎，修行的功夫完全退掉了，退个清清气气。每一摆拢爱对头过来，你讲这偌艰苦啊！虽然累积到这点啊善根福德，伊无路用。这个成就就大难大难咯。咱想到弥陀经上讲的，这是讲这个是做五业十恶业当的罪业。这人干我了，回头了。真正念佛想求生净土，将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在极当罪业下品下生啊！下品下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加设无佛力的加持，伊要偌久就破十法界？十二大劫，就经常讲下品下生十二大劫，十二大劫就花开见分五无生啊。换一句话讲，无得到阿弥陀佛为力加持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单靠家己修行十二劫，伊就证到圆教初祖菩萨的果位。跟我们这个世界不能比啊，我们这个世界千百万百都达不到那个境界啊，这才知道说西方世界殊胜。观经里说的啊，四土三辈九品说的四劫都是随顺我们说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地清净，无分别，无执着。西方世界是平等的世界，
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伊的能力、伊的智慧、伊的修养，甲阿弥陀佛的完全同款。这是你念无量寿经念四十八愿，你就知影。所以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，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所有十方一切诸佛国土，拢未当甲伊来比啊！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，功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释迦牟尼佛赞叹，就代表一切诸佛的赞叹，佛佛拢赞叹。十方三世佛，阿弥陀佛第一，这就是说明为什么依照这个方法修行，可以突破十法界。突破十法界，就是到一真法界。一切法界都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华藏世界。到达华藏世界，拄着文殊普贤、十大愿王、道归极乐，你看到最后呢，拢总爱到极乐世界去。所以今仔日唔管伊学倒一个宗派、倒一个法门，参禅也好、学弥也好，咱拢真正欢喜。为什么？伊将来拢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！不过咱去较早，伊去较慢，真很清楚。咱直接就去咯，伊也都爱去到这个华藏世界，然后去拄着文殊普贤才跟伊去啊。咱去遐老早就成佛咯，你哪会即阵才来呢？咱很清楚啊，伊未清楚，伊未迄点都唔去相信这个法门，这是业障深重。实实在在讲，伊修其他的法门，是毋是会突破六道、突破十法界？太难太难咯！其实老实讲啊，真正做的人道理拢无创清楚。用功，实在讲用功的人，咱看会出来啊，毋是看袂出来。用功的人看会出来。用功到什么境界，咱也看得出来。这是无深入经中，无办法知影境界啊。理论方法境界拢爱清楚啊。所以做最悬的这物件，最深的物件，一定是最简单、最容易。这个观念，咱一定爱创个清楚，唔通认为讲高深的物件拢是真困难，真难的物件绝对唔是最高，最高明的物件一定是最简单、最容易的。唔念做技术，刚经常常用翕相机来做比如，伊讲高级翕相机，佫得爱对焦距，佫得爱设温，迄是一大套的这个学问啊。摄出来36张，不一定会当摄出一张上好的物件出来。伊讲，迄个唔是上介高级的啊，上高级是傻瓜摄像机啊，未响摄的，试一下就逐张拢水啊，逐张拢真好啊，迄只是最高明的物件，上介好的物件。这个比如啊，嘛是真有道理啊，价钱也够俗，摄出来啊，逐张啊拢真水啊，这是最高的。最好的物件，一切众生无论利钝，就是讲根性，无论是根性来的，根性钝呢，皆可随顺离立。金刚经讲的也是最高的啊，每一个人拢会当用。你真正将这道理创明白咯，就在你现在的生活上，你马上就会当用。此即为无上心清微妙法，
一切万家难做牛，这开心伊讲的话无错啊。金刚经嫌深咯，是有较深，可是讲清楚咯，也真平常。难的都为真歹讲清楚啊，难的这所在。这个净土法门啊，这句阿弥陀佛捌唔捌拢不要紧，只要肯老实念就会用的啦。所以，迄个法比这个法搁较悬，搁较简单，搁较容易成就啊，比这个搁较殊胜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金刚经依照这个法门，也是爱念佛归净土，不归净土也是袂用的。你就是证到原初住的菩萨，也是要变三大真机劫。哪有净土这简单，这么殊胜？此即为真实义，故地处四故期，不但转经在握，一切佛法在握。这四故期，两故一期。是世尊22年讲八节精华之所在，两句都是不出相如如不动，这两句这句都是咱啊现在读的这首偈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六故呢，你真正掌握到《金刚经》全经掌握到了。世尊，22年讲的佛偈，你也掌握到；49年讲的一切佛法，也掌握到了。总不出这个意思。而咱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